Hello， 我是你们的 Jackie 老师。你在为记忆英语短语而发愁吗？试试每天的数五分钟，让我带你看公式、听例句、记短语，配合元音，熟练掌握这些生活短语。Get up， 起床。Get 达到什么样的状态 ？Up 起来，合在一起就是起床、起来。Get up 指的是起床、起身离开床铺的概念，也可以说成是 get out of bed。相对的 ，go to bed 则是上床睡觉。I go to bed early and I get up early. Rise and shine. 这个是非正式的说法，用在早晨叫某人起床。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，一定要关注我们，留下你的收获或者疑惑。更多更好的英语干货和学习技巧等着你哦！英语学习路上，我们一起成长。